梁朝伟、豆腐演技争王家卫，挂帅一代宗师3D。欢迎豆腐和洋葱。哎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今天电影《一代宗师》3D 记者会，主持人就用食物梗来串场。对我来说，梁朝伟就像一块豆腐，演戏可荤可素，面子光鲜，里子贴心，多吃对身体好。章子怡是洋葱，切起来的时候你会流眼泪，但是熟了之后你会感觉很甜。对身体也是非常好。所以汪峰也吃很补。我认识张震的时候他只有17岁，套一句现在的比较流行的一句话的话，那他是我心中的小鲜肉。那在豆腐鲜肉拌洋葱的心里，王家卫又是哪一位？王家卫从前都烟不离手了，所以我感觉只有烟味。然后听说他最近戒了烟，然后最近闻到的就是那个口香糖的香味。他有一种烟草的味道吧？我跟他说的烟味是两码事，火柴的那个味道。我觉得也很像王家卫的味道。千金难买一生响，你拿什么天罗的刀？《一代宗师》3D 逆转旧版，以章子怡为主的宫二传 3D 版，以伟在饰演的叶问贯穿全片，1月9号在台上映。我希望是用这个 3D 的技术把大家拉到这个逝去的里面去，也呼吁一下所有放映这部电影的那个戏院的经理，除了请他们高抬贵手，把那个灯泡换一下，声音提高一点，最后就是电完了之后看见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千万别马上开灯，因为这个戏后面还有两段非常精彩的。苹果娱乐 Online 其实日后不用拍什么了，他就每年剪一版出来就行。报道。